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款保护 iPhone 5S Home 键非常方便的 CDNRT， 叫做 Virtual Home。今天推出新版，增加了两个功能，又更方便了。像是你现在不需要唤醒萤幕，只要把手指放上去感应就能直接解锁，就一个步骤就好了，都不需要唤醒萤幕或按下 Home 键，只要解锁就可以了。现在一样是接触一次，回到主画面，接触不放，开启多功列，按下 Home 键不放，开启 Siri、NBA。以上是今天的 NBA 赛程表。我接触一次，又回到主画面，它在设定里面增加了设定功能。Virtual Home， 你现在可以去关闭 Virtual Home 的功能，或是开启震动。开启震动的话，你接触 Home 键，它就会机身就会震动。机身就会震动一下。如果想省电的话，这功能可以不用开启。快速解锁就是刚才那个不需要按下 Home 键就能解锁主画面。那解锁进去锁机画面，就这功能，在这边可以直接开关。